OK， 它这边已经晃动了扎住了，也黑了，这里边容易有疼痛的一些那种。就看用力就能看到它那边是剪得太直了，太直导致的。还行，就是这个边剪的没剪好。这是啥呀？跟新扎刀剪的一下子呀。嗯。剪完之后就拉倒了，没管它，那就形成这样的问题。不碍事。没有问题出在哪里？没问题不处理。嗯。因为你处理完之后，你就续不到那种。就好比原车配件儿的，原车配件你要说没问题，你给卸了，再给换个整一下子，有可能你整个地上就不缝合，就容易产生问题。嗯，不像说这东西已经坏了，已经出问题了，咱们给它换一个配件儿，不是那个事儿啊。这个比喻行是不是？嗯，能听懂。嗯。哎。OK。